对。我们今天比赛大概就到一段落咯，那我们现在要跟你讲一些注意的事项，就是初赛会举宿名，然后入选名单将会于5月23号公布于东南人照顾一下的宣传文。东南人照顾一下，对，好，那我们一样借给我们双手掌声，谢谢辛苦的评分评审老师们，谢谢他们，那我们就今天就节目到这边喽。辛苦主持人。